挂门世系简介。八卦掌第五代嫡系传人焦志军，1966年生于河南沈丘，自幼习武，曾拜数派名师，深得武学精髓，擅长地躺拳、醉拳、翻子拳、心意六合拳等，带艺投师，随八卦掌名师李功成老师习练八卦掌。由于为人正直，练功刻苦，被纳为入室弟子，得恩师真传，现任北京市武协八卦掌研究会会员，中国武术协会会员，神州金华武院名誉院长。